怎么睡着了？哎呦，老袁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看你们的速度挺快的啊，基本都完成了。有我在，都是小意思。大家再加把油。嗯，我去给你们买早点啊。谢谢啊，老袁。我这怎么写了这么多呀？你们谁帮我写代码了？啊？嗯，那估计是我梦里帮你写的吧？咱们都睡着了。估计是老袁回来写的吧。那照这个进度，不到八点就能完成。那等什么呢，兄弟们，赶紧吧，加油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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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耶！啊！咱们庆祝一下。庆祝小鹿拔得头筹，一组出品。必是精品。哎呀，真棒！吓死！哎，江总，嗯，江总，江总，今天这么早来了，还不是你们不让我省心？代募提交了吗？提交了。江总，答案你的事情我已经尽量去弥补了，没有食言。要是没有大家的帮助，你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。我知道。哎，江总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团队替他分担点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各位辛苦了，今天给大家放一天假，好好休息。哎呦，谢谢江总。懂什么呀？江总那是心疼他女朋友。哦，嗨，我说的。废话那么多。哎，啊，今天可是小爷我第一次通宵工作，打算怎么谢我？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忙，我请大家吃饭吧。哎，这个好，我想吃日料。我想那个刺身啊，已经馋了很久了。哎，咱们都熬了一夜，直接吃生冷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吧？那就吃火锅，咱们可以把火锅吃出日料的价格。我都行。哎，那个各位，我就先不去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不跟你们凑这热闹。老袁，你干嘛？那我们改天吃。大家一起！哎，别，可千万别因为我耽误大家乐趣啊！你们多吃点，把我那份给吃出来就行了。哎，那没问题啊，这个都包在我身上。就是。哎，有一个问题啊，火锅店这个时间没开门吧？哎，那个，要可千万别停啊！啊，你可以把食材买回家，对吧？又经济又实惠，这多好啊！对。陆丽，看不出你还是个富婆呀。这个面积，这个地段，哎，都是钱堆出来的吧？啊，这不是我的房子，我只是借住而已。哎，那个江总的房子你一定去过吧？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 house 呀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哦，我在想啊，有可能江总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。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你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。哎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啊？哎，锅开了，赶紧吃吧。哎，咱们要不要开瓶酒庆祝一下？哎呀，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，一会儿肉都老了啊。来，吃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。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么吵。你不是在公司吗？啊，我昨天加班回来补觉了。哦，雷哥和大黄他们说想吃火锅。啊，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？
我又不吃辣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那个豆酱油条是绝配嘛，最好再来个茶叶蛋。啊，对，不辣就行。哎，你们，这里原来是江总的家。重要的是，江总和陆离已经同居了。那我们看到不该看的，不会被追杀吧？不会吧？没事儿，这事儿怪大黄，谁让他家没锅，跟咱俩没关系。对，怪你。不是，照你这么说，那还是舒天让我请客的。你咱们能去你家？你没锅，你这事还怪我？就怪你，要有锅能成这样吗？怪我什么怪我？去你家什么事都没，什么也没，我没锅怪我吗？